阿发仔刚去哪？刚刚去办事情。办什么事？干嘛？问那么细干嘛？不是关系。你有兴趣吗？你又没兴趣。啊、你没讲，我怎么知道？靠腰嘞！我告诉你，除了做爱以外，你没什么有兴趣的了。不乱讲，做爱也没办法跟你做啊，又这样乱讲、啊。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你啦，没爱可以做，你那个花莲也不会去的啦。又在乱讲啊！跟你太熟了啦，你这个人就这么脏啊！没关系，都这样子讲话。嗯啊